这道小凉菜十个人九个人都不会做。我告诉你，年夜饭呢是不是吃顶了？这两天你说实话，猪蹄子吃多了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吃一个你偏得吃俩啊。首先咱准备三个花生米，还有洋葱、辣椒、小黄瓜啊。首先咱们先把花生米炸一下子。说油炸花生米为啥一炸就糊，要就炸不到时候。来，记住我的技巧，非常简单啊。好，锅里面烧油啊，烧油一定要凉油下锅啊，直接扔里了。锅里面这块搞个啥人啊？搞个蒜，大蒜，去皮的大蒜啊。看出来。一会儿分别花生米熟没熟就看它了。这时候咱们就开火啊，开你家最大火就好使。这时候呢，咱们要一边扒拉一边随着油温的升高一边搅动，这样花生米才能受热均匀啊。等一会儿你看这花生米，你就听声啊，就是油，你这火就一直大火就烧着，听着噼啪啦的声的时候，那时候啊花生米就快熟了。然后你再看那蒜表皮成焦黄的情况，焦黄焦黄的。啊，这么花米就熟了，咱就捞了。好，非常简单。嗯，就凉油下锅，大火烧，直到花米响了之后，蒜也变黄了，咱就捞了。你看看，咱一点搅动啊，不搅动不行啊，要了它受热不均匀，糊了。哎，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，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，家的那个团圆。会呀，早都给老的拜年儿 也不论啊男和女儿啊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哎呦呦啊，都把那新衣服穿呐、哎呦呦呦呦，都把新衣服穿呐、哎，好，听着噼里啪啦响没？听着了。哎，这时候呢，咱就稍微小点火了，注意了啊，小点火，小点火了。这时候你听啪啪响，还崩呢。他就告诉你花米，告诉你我已经熟了啊，别炸了，再炸我就糊了。哎，看着没？这时候咱就给它捞出来，捞出来你看这蒜没？看着没？看这蒜没？看着了，它已经成什么状了？金黄色。哎，金黄色，花米也变色了。然后咱给它控个油啊，给它晾凉啊，控油，晾凉，晾凉之后呢，给它摊开了，不摊开了之后中间嘛，它花米里面嘛自带加热，你就捞出来它还搁这炸呢啊，它这玩意儿就油性大。嗯，知道吗？摊开之后，它就凉了之后，它就脆了。好，别捂着。这时候呢，咱们开始切这个来。好，黄瓜你随意切啊。啊，看好了啊，看好了。你是给它切丁啊？你是拍呀？是切块都行啊。我就是给它切，随意切。切不切不就行。这菜我跟你说，是你家餐桌上第一个没的。你别看它是素菜，洋葱，是吧？啊，哎，都得切丁。全切的呀，辣椒，哎，剁，就这么简单啊，玩硬的，看着吗？咋快咋来，看着看着了，这是红的，红的，配备颜色，这刀工快不快？干活忙不忙？啊，干活就是快，就是快。嗯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香菜，香菜蒜末，捞里头。嗯，哎，翻拌均匀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辣椒油啊，辣椒油，辣椒油搞了一点啊，来调味儿来，好，调味儿看好了啊，嗯，放点这什么玩意儿啊？酱油，酱油少来一点点啊，陈醋，哎呀妈，多了，多了倒一下，哎呀，哎，再来点陈醋啊，看好来，少放一点点的盐就行了啊，来点味精，再来两盒白糖 ，OK， 哎呀，翻拌均匀，那什么呢？什么？筷子呢？筷子，我用棍行吗？你这人吧，你太埋汰，人家耍帅。家里面有熟芝麻的，你放点熟芝麻，这小菜直接层次不就上来吗？啊，拌凉菜就是转的，一下就完事儿，别老翻的啊。花生米忘了下酒了，你等一会儿，你着什么玩意儿？着什么急呀？这玩意儿没扒拉开呢，拿手掰。嗯，这玩意儿没整开。最后一步，花生米往里一倒。是吧？嗯，拌拌均匀。为啥要后倒？知道不？为啥呀？你先倒之后吧，它就咋的呢？花米拌硬，它就容易潮，不脆了。我说的，你忘了呢？我像你呢，一天呢？嗯，这小菜有没有食欲？有。哎呦我的妈呀，真好！啊，好，这小菜能上年夜饭餐桌不？能，还漂亮。嗯，这叫啥菜？你们起个名，必须得咋的？以过年为主题。这个寓意必须得好，你们起个名啊。嗯，上菜。好，那你，嗯，锦上添花，卖十四。嗯，十四啊，花屁花，你啥你都锦上添花，这叫锦上添花啊。